see in online sources is that Singapore has increased its landmass by around 22%. 用盐跟黑胡椒腌的，用白胡椒腌了一下，然后这是洛梨，这个是冷冻的话也才我给它解冻，然后切小块，然后这是番茄是切小块，黑胡椒已经腌，我来拼一个人两块，一个人两块，鲑鱼，然后放一些菜在旁边。 等一下，这个就配饭吃。然后放番茄，然后我想试试看，可能要加一点盐吧，加点盐在菜上面，然后一点点的胡椒。 放上去，洛梨，因为洛梨已经很多油了，我就不放油了，然后把它包起来，反正就是给它包起来就对了，密封就好了，密封。好，这是第一包，这是我的，这个是我先生的，是一样放鲑鱼。 好的料理很好，因为就算它比较晚回来呢，还是会保温，而且也很容易加热。哦，因为我家里有石螺，我想要加一点石螺上去。 我已经用试试看，我要用那个烘焙纸已经放了些饭进去，下面在烤鱼上面呢会出热，我就用那个温度来加热我的饭。我已经放进去了，就是我设定了200度，然后烤15分钟，这样子看看。在等汤滚的同时呢，我已经准备了冷冻的金针菇，冷冻的那个蛤蟆。 还有2个石目鱼丸，台湾的。然后我也挖了1汤匙的这个味噌，还有1汤匙我做的肉燥，我之前炒肉燥。然后等一下下去要调味的。先舀了一些热汤，然后下去把这个肉燥跟味噌溶解一下。 加黑糖，糖要加多一点，比盐巴多。 现在可以放掉下去，放了鱼丸、金针菇还有汤，给它滚个2分钟吧，2到3分钟，火开大一点。 现在已经滚了呢，2分钟了。我现在要放味噌跟肉燥下去。
煮个一分钟。这个尝一下味道。有一点点淡，再加一点糖吧。有鸡酱油，好喝多了，蛮咸的，好，关火。那这个锅的好处就是非常保温，关火盖起来，我们再让它焖两三分钟就好了。箱上。放在烤箱上的饭现在已经都弄热了，就可以倒在碗里。啊，这就是我的晚餐啦、啊！那我现在要开吃咯，还蛮香的哦。好吃，很下饭，很清爽，都不用再加油，就跟洛璃一起烤就好了。五谷饭，然后汤也刚好，不会太咸。可以吃金针菇、蛤蟆，还有我最喜欢的鱼丸，很想念台湾的鱼丸。试试看，很简单哦。